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中国 boy 啊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这个挑战啊，是这个50-50 challenge 啊。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已经知道这个挑战是怎么玩的了啊，但是我还是要先来解释一下啊。那么这个挑战的话呢，是在国外的这个 Reddit 的论坛上面进行的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点进这个论坛之后，有很多的帖子啊，每个帖子都有两个标题啊，一个是很好的内容，一个是很坏的内容。但是的话呢，你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个标题来分辨啊，这好的内容是什么，坏的内容是什么。然后当你点进这个帖子的时候呢，你有50%的几率啊，是任意其中的任意一个帖子，那个时候就是看你脸的时候了。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呢，你会看到的是一些很萌很好玩的图片或者说是视频。如果说你运气很差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看到那个坏标题的那一部分的内容了，很血腥、很暴力啊、很残忍的画面啊。但是为了这个视频过审啊，我会把那个如果说我看到的都是很残忍、很暴力的那种画面的话呢，我会用这个图片遮挡住的啊，所以说是大家应该是看不到的啊，只能会看到说是我比较恶心的一个反应，好吧？好，那我先来看一下，测试一下我今天脸怎么样啊？我们来随便先看一个啊，这个好了啊，我要从这个开始啊。那么这个标题有两个内容，它的第一个大概意思呢，就是说宝宝第一次吃培根；第二个内容的话呢，就是在猪的这个屠宰场里面，应该是看杀猪的内容了啊。来，我要点进去看一下了啊，到底是宝宝吃培根还是杀猪呢？哦。不用打马赛克了，不用给你们挡灯是吧？Bacon 为什么这个宝宝吃培根有700多万次的播放啊？我以后要去 YouTube 上面发视频了，中国 boy 第一次吃培根，我也要装成那个样子，就有700万的播放了。Damn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宝宝开启了他的这个玩具火车，另外的副标题的话呢，就是高速火车相撞啊。我觉得我应该会看到宝宝第一次开启火车吧。 Holy shit！ 哎，虽然我没有看到什么血腥的东西飞出来嘛，但是我为什么下意识的反应是这个样子的呢？好了，一一了，我们各看，我看了一次好的，看了一次坏的啊，来看看这个啊，一头鹿被生吃了。第二个是可爱的小兔鸡，我觉得吧，我要看可爱的小兔鸡。虽然看的这几个都不是特别血腥暴力的，但是就内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爽。这个说的是猴子看到魔术的时候的反应。第二个是哥伦比亚犯罪现场的照片，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啥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要看猴子，我要看猴子，你给我看猴子 please please。 完了，我已经看到这个，好了，我要来看一下这个 Kanata cosplay， 这是一个DC 动漫的一个这个人物，我不知道是谁哈。那么第二个标题起的比较有意思啊，一个男人让他的朋友在他身上拉屎，我就不信我会看到他朋友在他身上拉屎的这一幕，好吧？啊，行了，所以现在是2-4，我看到了两个比较正常的东西了。好了，这个标题比较有意思，很长啊。第一个是9个韩国女孩说晚安的音乐视频啊，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比较恶心了，就是一个瑞典男生眼睛里面有血有脓，然后呢还有女生来舔他的眼睛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就一个感觉很恐怖，一个感觉很正常，我要来挑战一下了哈。既然说这个都是可以放在 YouTube 上面的视频哦。好了，现在是3-4，终于不用看一些恶心的东西了。这个很好玩，这个标题啊 ，A penis with a lot of it， 就是一个铅笔上面有很多的这个
蚂蚁哈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Monkey getting a haircut mean 就是一个猴子剪头发的梗。如果说的话呢，这个是铅笔上面有蚂蚁，我会打马赛克的，我要点进去看一看了啊。Jesus fucking Christ! No! No! 你们是看不到这张图片的，太巨而恐怖了！哇！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我已经忘记整个比赛的比分是什么样子的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个不好的东西，反正这个人啊，把他的吉他给砸了，这是好的。第二个标题是，有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眼睛给砸了，不是砸了，就是把他自己的眼睛给毁了。哇，我要看砸吉他。哦。哦，他是把他的这个吉他给烧了，行。我没有看到这个回眼球的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我觉得一个看着像熊猫的狗，和另外一个是，一个男的只有半张脸了，只有半个头了，差不多。我要看熊猫 ，no no， 我为什么还要吃它？我这个人看到那种特别恶心的图片就很容易反胃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反正我看了一眼，我就知道事情不对，然后不小心这个网速有那么一点点快，他把剩下的图片全部加载出来了，我看到了，然后才把它关掉的。这个标题我看的就很想笑啊 ，Dog pees in crazy way， 就是这个狗以一个很疯狂的姿势在撒尿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卡车爆炸，你说这两个哪个好？这两个都感觉不是很棒的样子啊！我要点进去看一下，我宁愿看这个狗是怎么疯狂撒尿的。好好好好好，我见识到了，这个还好了，这个还好了，毕竟什么卡车爆炸什么的。最后一个了啊，我要找一个平和一点的标题，两个都看挺平和的标题来结束这一期的视频了啊。那么第一个是这个守望先锋里面的黑影的 cosplay，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帮子男的被电击了而已啊，一帮子男的被电击估计就是这个样子，好吧。好，我要点进去看一看了啊。黑影的 cosplay 也有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嘛，这个呢，哇，卧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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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虽然没有什么血腥暴力的，但是就看到有一个人的身上冒了一下火光，然后那一片人全部都倒下去了，还是比较恐怖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的运气那么差，看了那么多背时的玩意儿，好吧啊。如果说你们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一个顶，或者说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都是可以的啊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啊，拜拜。